家好，我是 Irene Iron Man Incredible Hulk 女神美国队长 X-Man 复仇者联盟等等，相信这些电影你怎么都有看过一两部吧。在2008年开始，全球就掀起了一股超级英雄热潮，而荷里活也都争着这样拍这些超级英雄电影，因为这个就是最卖座的保证。而 DC Plus 亦都推出了 Loki、WandaVision 呢一啲剧集，再一次咁样掀起咗一股超级英雄热潮。呢一切一切都证明 Marvel 依家真系非常之受欢迎啊！今日我哋就要讲一讲 Marvel 当年面对嘅困境啦。由1986年开始，同埋某一间电影公司合作，去到开发电影，到1996年 Marvel 破产，期间连一套似样啲嘅片咧都冇拍到出嚟。点解呢？一间咁大间嘅公司点解会搞到破产噶？只有了解呢一啲嘅故事，我哋先至会知道 Marvel 今时今日嘅成功系真系得来不易噶。如日中天嘅 Marvel 曾经一度破产，呢一个唔系天灾，而系人祸啊！Marvel 曾经卖版权，这个真是一个无奈之举来的。当时 Marvel 是没有影业的，只是一家漫画公司，即是 Marvel Comics。 在1986年，新世界影业就收购了当时如日中天的 Marvel， 就成立了漫威娱乐集团。他们当时的计划都是想拍电影的。隔离屋 DC 的 Superman 票房势如破竹，Marvel 真的看见都眼红啊。但没计，人家早在60年代就被时代华纳收购了，他有一个这么财大气粗的靠山，拍电影当然不用忧啦。但是 Marvel 新闻的这个靠山新世界影业呢，只是一间小公司来的，他最多呢就帮你做一些 marketing， 还有在电影圈那里介绍一些人物给你认识。所以如果 Marvel 要拍电影的话，那就唯有和其他电影公司商量了。而那些电影公司如果都有想拍电影的意向的话，那 Marvel 就会将那个角色授权给那一间公司，这个就是买英雄的由来了。在80年代 Marvel 就进军电影圈，在当时的Marvel Comics CEO Stan Lee 的带领底下， Marvel 就和影业界的人士就有很密切的接触，这个就是漫威买英雄第一波大潮了。期间1986年的天降神兵和1989年的惩罚者，这些都是出售角色版权的电影来的，但是这些不入流的公司所制作的电影口碑和票房都是一样那么差啊。而1990年的美国队长和1994年的神奇四侠最终是连上戏院的机会都没有，只是可以发录像带。1989年头，资本家 Warner Perlman 就用了$8,250,000收购了原本属于新世界影业的漫威娱乐集团。结果我们 Marvel 的噩梦终于开始了。这一位 Warner Perlman 完全是一位外行来的，什么都不懂，就只懂得搞营销炒作。再加上在90年代漫画业是受到电影电视的冲击，Marvel Comics 的销量是暴跌了 70% 啊。当时的 Marvel 真是穷到裤穿窿啊。这一位大佬一见到不对路就即刻转型，大力地开发电影，想着力挽狂澜。当中电影部门 Marvel Film 就在这个时候成立的了，那就开始了到处买角色版权的行为，这个就是第二波漫威买英雄的高潮了。但是买了这么多亲生仔的 Marvel 最终都是挨不到过来啊。在1996年 Marvel 就申请了破产啊。1996年12月 Warner Perlman 就执埋行李走佬，而 Marvel 呢就企业重组，就同埋玩具公司 Toy Biz 合并，而 Toy Biz 嘅董事 Avid Arora 就执掌 Marvel。 大家呢就要记住呢一个人啦，因为佢係非常之重要㗎，仲被称为 Marvel 救世主添啊。日子总要过，电影总要拍，但係佢哋就唔会再好似当年咁样呢咁盲目㗎啦。他们还将 Marvel Film 改名成为今时今日的 Marvel Studio， 那就开始大面积地和其他公司去到接触，希望可以一起合作做这个英雄角色电影啦。那我们出创意，你们就出钱，角色就大家一起利用，就相当于你们吃肉我们饮汤，这么有诚意，那就真的打动了不少电影公司的心啦。所以又迎来了第三波的买英雄热潮啦。
Marvel 救世主 Afid Arra 介入了这一场战争之后，他就扭转了 Marvel 原本很坎坷的命运。他和他的创业 partner 都在 Marvel 身上看到无穷的潜能。他们知道如果 Marvel 是落入了一位不懂得欣赏漫画的企业家手上，这样他们就会错失了一个可以改变世界的机会。救回 Marvel 之后， Afid Arra 很大胆地就请了两位原本是自主经营独立出版社的后生仔去到掌管 Marvel 的发展策略。他就给这两位后生仔跳出框框放手一搏。咁呢两个后生仔手头上面就攞住咁多 Marvel 嘅角色啦，佢哋就谂点样可以令到新世代嘅读者去到接受呢一啲历史悠久嘅故事呢？因为如果我依家求其攞一本 Marvel 嘅漫画去到睇，咁可能呢一套漫画呢已经系连载咗成两年㗎啦。如果我唔系由两年前呢就已经开始追呢套漫画嘅话，我中间咁样插入去睇呢，我系唔会知道讲緊啲乜嘢㗎嘛。咁所以就会好难吸引到一啲新嘅读者啦。於是乎他们就决定摒弃过去的那种连续剧形式的创作模式，於是 Ultimate 系列就诞生了。新的系列篇幅比较短，独立性也都比较高，那读者就可以更加容易投入到去故事里面，而且故事的背景也都比较现代化。Marvel 就带着这些角色去到 Hollywood， 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可以将这些角色翻拍成为电影的机会。那有两间影视巨头呢就决定去到试下这个新的想法。21世纪 Fox 呢就买了 X-Men， 而 Sony 呢就是买了 Spider-Man， 而第一部的 X-Men 电影就是令到 Marvel 起死回生了。这一套电影因为没有巨星，所以成本就比较低。要知道在2000年的时候， Hugh Jackman 和 Halle Berry 都还未是那些要片酬2000万的级数人物来的。咁而且呢 ,X-Men 喺美国呢亦都有好多人认识，所以已经知道一定会有观众呢为呢套电影埋单㗎啦。咁喺呢一个成本低同埋需求稳定嘅情况底下， Fox 呢就好快咁样发行咗呢一套电影啦。呢一套电影对于 Fox 嚟到讲只不过係尝试緊一个电影嘅新类型，但对于 Marvel 嚟讲真係决一生死之战嚟㗎。如果成功的话，那就意味着 Marvel 旗下更加多的英雄角色都有机会成为摇钱树。但如果失败的话，那 Marvel 就要找电影以外的获利模式了。最终 X-Men 就大获成功， Hugh Jackman 就成为了全球最性感男星，而 Halle Berry 还踏上了他的奥斯卡影后之路。第一个礼拜周末的票房简直就好像炸弹一样炸醒了很多荷里活片商高层。原本仲喺度谂紧系咪要拍 Spider-Man 嘅 Sony， 即刻咧就宣布佢哋通过嗰个剧本啦，要开始拍啦。千禧世纪嘅头几年 ，Fox 同埋 Sony 靠住英雄电影三部曲大赚特赚啊 ！Marvel 睇在眼里，心就唔锯啦。有一件好搞笑嘅事，就系当年 Marvel 用咗700万贱卖咗 Spider-Man， 而 Sony 咧所拍嘅三部电影咧就狂卖25亿美金啊！Marvel 咧就净系攞到好微薄嘅分红，呢一件事就令到 Marvel 咧抌心口，抌到心口都甩埋啊！睇到 Sony 同埋 Fox 攞住自己嘅角色拍电影，赚到盆满钵满 ，Marvel 就决定尝试更加大胆嘅计划，继续向银行借钱发展 Marvel Studio， 要发行 100% 自主嘅英雄电影。Marvel Studio 主席 Kevin Feige 当年接手 Marvel 的时候， Marvel 已经是欠人家周身债多过10年的了。而他们本身出名的 Spider-Man、X-Man 都已经卖了出去，手头上面就只得回那些女神、美国队长这些二线角色。Feige 就用这些版权去到银行作为抵押借钱，就拍出了2008年的 Iron Man。Marvel Studio 第一个自主计划就是 Iron Man 电影，这个是比 X-Man 更加有风险和更具有不稳定因素的投资。夜魔侠和美国队长现任创作者想回当时的情况，他就说在 Iron Man 电影出现之前，他家里方圆100里内只有他一个是知道 Tony Stark 是哪一个。 Marvel 就在他们的资料库里面就去到找下一个可以爆红的角色，他们就看中了知名度一般，漫画销量亦都是很平庸，但是角色性格鲜明的 Tony Stark。 Tony Stark 是一位有能力自制装甲的 billionaire， 同时他亦都具备正义心和玩世不恭的双面角色。辉杰很大胆地用一些失败者去到参与这一部电影，
他就找來 John Favreau 執導 Iron Man。 Favreau 之前拍的電影票房是還要比成本少多100万的。同一時間 Favreau 在 Iron Man 電影裡面也都飾演 Happy 這個角色，還找來 Robert Downey Jr. 去到 audition。 要知道當時 RDJ 他才剛剛走出這個吸毒風波，因為不夠錢拍啦，所以就沒有很詳細的拍攝計劃和劇本大綱，所有的東西都是取決於演員的即興演出和臨場反應。 RDJ 還在電影裡面創造了非常多的經典台詞，還將這個角色演到活靈活現。老實說，我自己就很喜歡看 RDJ 演的 Iron Man 的，我覺得其實他就是 Iron Man， 我很難想像到其他演員去到演這個角色啊。結果 Iron Man 的票房是有5亿美金那麼多啊，是 Marvel 第一次的重大成功。而 Marvel 就在 Iron Man 的片尾留了一個彩蛋，那就告訴大家，在這個世界就不是只有 Iron Man 一個英雄的，那就順勢開啟漫威英雄宇宙啦。新變形俠醫在同一年上映，雖然它的票房就只有 Iron Man 的一半，大約是2亿左右啦，但在變形俠醫裡面 Iron Man 竟然出現去到客串這部電影，那就令到大家開始留意 Marvel 的電影製作功力啦。那到後來大家都知道啦，我們看 Marvel 電影的時候就會特別留意它片尾的彩蛋啦。跟住落嚟嘅故事，相信大家都知噶啦。美国队长、女神、复仇者联盟就相继上映，就揭开咗10年嘅 Marvel 电影世界。而头两部电影就为 Marvel 带嚟咗超过8亿美金票房啊！2009年 ，Marvel 就俾迪士尼以42亿嘅天价收购，就成为咗横跨全球嘅跨国企业。而迪士尼就将 Marvel 品牌化，将一啲比较知名度低嘅角色，例如奇异博士、黑豹等等都搬上电影嘅大银幕。迪士尼仲将 Marvel 嘅业务推向多元化，包括商品授权、主题公园景点、音乐专辑、电视节目、表演节目等等，透过多元化的渠道成功建立 Marvel 品牌。随着2019年3月20日迪士尼正式收购21世纪 Fox， 咁神奇四侠、 X-Men、 死侍呢一啲角色又再翻嚟 Marvel 嘅怀抱啦。咁而 Spider-Man 就是透过 Marvel 同埋 Sony 嘅协商又重新咁样出现喺 Marvel 嘅电影宇宙入面。大家睇到今时今日如日中天嘅 Marvel， 係咪真係好难想象到佢以前有一段係艰辛到要破产嘅经历呢？其实无论几大的企业都好，时代不同，社会进步，科技日新月异，每一间企业都要去到作出改变。如果你是一位创业家的话，那我就真的鼓励你去到多些学习啦，多些去到接触和接受新的事物，就不要去到怕改变。怎样可以在当下及时转型，真是一门很深的学问来的。那而 Marvel 就看到新的商机啦，就将它的焦点由漫画市场转移到去电影市场，更加重新锁定它的目标消费者啊。他们不单止是经营主打青少年的漫画事业，他们所推出的电影电视剧都是主打成年人的，就包揽了每一个年龄层，就令到一家人可以一起去到讨论超级英雄，引起共鸣和话题。大家有没有觉得 Marvel 的成功故事都相当之励志呢？我希望大家可以在 Marvel 的故事里面学到东西。那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大家记得订阅和按旁边的铃铛去到支持我们的 channel 啦，我们下次见啦，拜拜。